受刑人被法律禁锢在高墙之内，完全孤立于社会之外，但有一群人不管高墙有多高，禁锢有多么悠远，却始终不放弃这群有机会重生的受刑人。他说有一天你是垃圾，人家看不起你，你不妨也学习学习当黄金吧。重要的是什么？坚持，坚持。好，现在你好好在这里求学，不怨天不尤人，我时间到，我好好创造我的前途，这是最重要的。